5、4、3、2、1，点火！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做一个最优的一个空间站。哇，这外面太漂亮了！现在我把它放到水膜上，同学们看到了吗？花朵在慢慢的展开。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是那个110平米的别墅是吧？60，3厅2卫，完全能够满足6名航天员的生活。感觉我今天是跟着侯总来看户型的。这里头的生活设施、锻炼设施等等，它都是可以接入 WiFi 的，我们都是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的。这三个租户的反馈怎么样？好像就在航天城上班，不像是去太空出差，感觉是老朋友进到新家的那个感觉。如果他们知道喝的这个水，实际上昨天他们喝过。在喝之前，设计师是先喝的，我们要处理的自己都不敢喝，怎么让别人喝？我们从飞船飞行的5天，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一个质的变化。原来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也可以发出那么样的光芒，变得那么亮，一切都是为了星辰大海的梦想。我觉得我的想法都实现了。其实这个序幕刚刚拉开，我们的任重道远。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2003年，咱们的第一个航天员进入太空，杨利伟，是吧？2003年的10月15日，在轨时间是不到24个小时，15日上去，16日回来，相当于当天去，第二天回。到这一次，你看，三个航天员6个月在轨时间，6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航天员生活丰富多彩，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关于他们在太空中的一切，比如说王亚平的发型啊，是吧？然后包括他们在太空吃什么、干什么，他们的这个健身房训练，包括前不久王亚平的太空授课，6000万孩子。在地球上去听了这堂非常特别的太空授课，所以我在想，这或许是个巧合。2021年，王亚平、翟志刚、何叶光富是10月16日发射升空，10月16日，在2003年是杨利伟平安从太空返回的日子，这中间整整隔了18年，整整是一个成人礼的时间。但是一个孩子从他诞生到成长成人，这背后得有多少人的关注关爱，得有多少家长的辛勤的付出和呵护，才能在成人礼上看见他们笑对人生的那一刻。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中国载人航天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位家长，这个家长打着引号啊，因为确实是在过去这10几年当中见证着、参与着并且呵护着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每一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侯永清，有请侯总师。侯总师您好。你好，小三。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有请，有请。谢谢各位，请坐。不知
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侯总师身上这身制服太帅了。这身制服是咱们航天五院的，这是我们航天集团公司的制服、这面国旗太潇洒了，这是国家队才能穿的。而且今天您到现场，刚才我上来我的眼睛就一直止不住的往这儿瞟。哎呀，这是那个110平米的别墅是吧？110平米是我们三仓加起来的一个别墅。三仓，哦，这是其中一仓。这是其中一仓，哦，这是我们发的第一个仓。对对对，这是核心仓嘛？对，这是核心仓的大柱段。嗯，这是小柱段。小柱段。我们的航天员的睡眠和卫生间就在这个小柱段里。啊、神舟十二号乘组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很晚了，已经9点多了。原计划呢是打算在飞船里头过夜的。但是乘组一进核心舱就发现很宽敞，直接就把睡袋从飞船拿过来装到睡眠区里去了，提前入住。这对，可以住。他们进舱的时候那个感觉，感觉是老朋友进到新家的那个感觉。在整个这个空间站的设计当中，您是负责其中哪一块？我主要负责跟人相关的设计，比如说给航天员创造一个在轨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叫载人环境设计，压力，温度，湿度，还有氧气、二氧化碳，对吧？供水，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的系统。生命保障系统。所以航天员们对您都得特客气吧？你看，水电气都在我这儿，对，我这开发商可厉害。那这个压力会不会特别大？非常大，是吧？它还不像其他的仪器设备，这个不允许出错的呀。是，嗯，不仅不能出错，还要好用。作为物业管理的，您这现在相当于物业管理大管家，他们如果提出一些想法啊、建议啊，这是很早之前在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跟航天员有个交流，他们就提出来说，最好是能跟家里直接打电话，封闭的这种环境下，长期的这个生活，确实心理问题其实比生活问题更重要，压力大。对，真正给他们安慰的其实是家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叫视居性设计，现在用通话用手机，让他们能够直接给家里人打电话。汤洪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给爱人打电话，他爱人说，我感觉你好像就在航天城上班，不像是去太空出差。所以我就说这个方面可能是从我们设计师来说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情。所以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时间长了以后真的会像家人一样，他们的这种对你们的信任，包括你们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关心和呵护，所有的设计细节的这种考虑。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您，听您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核心舱里边更多我们好奇的、感兴趣的。接下来请您为我们开讲。2022年的新年，咱们神舟十三号的乘组在天上第一次过年，他们还要在天上过咱们的农历新年。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我们空间站将要在今年建成。我从研究生毕业就从事载人航天的这个研制工作，经历了从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一直到咱们的现在的空间站，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个的过程中呢，大家也看到，我们从飞船飞行的5天到空间实验室飞行2年，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也看到航天员从飞船
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定位到它的这个撞击位置，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这个探测仪，让航天员用这个探测仪直接到这个定位的这套这个范围内里去，很快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漏孔，然后我们去堵上它。用的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特别像创可贴啊，它的这个形状有方的也有长的，我们堵的时候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把它封上就可以完成。但是真要大的碎片打过来，我们就要让航天员紧急离开这个空间站，要撤离到飞船去啊。那么撤离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空间站系统就配了一套这个压力应急系统，也就是这时候就要往舱里头不断的供气，保持怎么办呢？我们技术上就要采用再生，也就是说循环利用。那么循环利用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航天员他会通过呼吸、出汗、尿液产生这个水，那这部分水呢被我们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收集起来。这个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的空调，咱们空调在那个制冷的时候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冷凝水收集起来，我们要把它净化成我们的纯净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产氧，我们把水电解了产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带氧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供我们航天员喝生活用水。那现在呢，我们也仅仅需要从地面上行20%的水就够了，而且不用再上行气瓶，不用再运气瓶了，因为我们有水产氧。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航天员的，也就是3人180天的驻留，需要从地面运的这个资源就大幅减少。那么大家也知道，不可能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一直工作到10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引入维修性的这个设计。但是空间站的维修跟咱们平时的车和咱们的飞机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咱们的车和飞机如果坏了，咱们是可以停下来的，但是空间站它不能停，它需要边飞边修。边飞边修就要求我们在设计上不能因为某个设备把它断电了，或者从系统中切除了，而使得空间站这个飞行受到影响。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首先把不可修的、不能修的这些产品，像现在我们做的结构，我们可以做到20几年都没有问题它的寿命。那么对于那些容易坏或者经常工作的，比如说咱们风扇、风机这种，它因为长期工作到后来是必定会坏的，那么这些我们去修。但是修又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修是一定要有备件的，是吧？那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跟航天员相关的，你们觉得哪些东西是一定要在轨存备件的呢？
大家可能想，我们要存产生氧气的，是吧？我们要产生水的，等等。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在轨的备件里要存马桶的备件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像这种产品，它本身像在微重力这个条件下，它会有一种咱们说的又叫水气混合的一个状态，它不像地面，它这个水和气，水在下面，气在上面，这些就比较容易出故障，或者是出现人们想象不到的，而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在地面是做不出来的，你验证不到，看不到，发现不了。后来呢，我们就空间站系统分析出来，认为天地有差异，地面验证不到的这些产品啊，我们进行备份，形成了一个天地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备件的一个体系。那么维修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能够使得我们后面的空间站能够不断的升级换代。现在咱们地面的技术是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 CPU 是吧，它的处理能力它会不断的提高，那我们空间站现在就上去了，我们要运行10年，那10年后不就落后了吗？那么因为有了维修，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新的更好的一个技术的产品替换这个老产品，使得整个空间站的无论是能力还是性能都能够也与时俱进。这样呢，我们现在要建的这个国家太空实验室能满足科学家们更进一步的需求，所以维修实际上是空间站从设计理念上引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设计方式。刚才说的这个长寿命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呢，我举个例子，空间站上有一些冷却的管子，对吧？要给咱们要控温度和湿度，这个管子本身它是不能修的，就像咱们似的水管子基本上不修，修的是上面的水龙头，对吧？那保证水管子十几年二十几年它不腐烂，不会跑冒滴漏，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解决它里面的工质和这个管子之间的相容性问题。但是在我们地面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压力不断的升高，后来分析就认为它里面有气，那我们就把这气接出来，确实发现它产生了氢气。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去找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从它的材料一直到它的这个工质每一批次都去做这个实验。因为我们从天宫也好，它也在轨运行了2年，其实它是最后在轨运行了4年，它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地面做了半年的寿命实验它就出了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头疼的一个问题。后来经过大量的实验，最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这个我们的焊接的焊料上，也就是这个换热器片和片之间需要焊接在一起，而这个焊料就发生了这个不相容的这个产生了气体的问题，一个长寿命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这个量变就会导致一个很大的质变。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是因为从量变到质变，我们的设计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术手段也发生了这个质的飞跃。但是呢，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在的这个，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一个突破。大家都知道这个载人航天的这个4个特别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确实是没有这个4个精神，我们载人航天不会发展到现在。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年代，我们是不是还要新增加一些精神呢？我们一定要智能高效，不能总是996这种状态，是吧？现在的制造呢，不像以前我们都是说画图，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设计都已经是3维立体的这种方向。从刚开始我们的所有的设计布局都是用3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你看这些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管路，大家看到了这个管路吗？非常的密集，是吧？这个管路是个空间曲线，这以前我们都是靠人工去弯这个曲线，如果人工弯管子很容易弯错，或者是弯不好弯不到位。我现在呢，我们都是就是3维的这个建模，建完模以后直接从3维模型中提取关键的参数，
然后生成这个数控的一个工艺，数控的工艺自动编程，然后进到数控机床中，直接就把这管子弯出来了。然后弯出来的管子直接用光学检测的方式去比对这个设计的图纸和这个生产的产品是不是一致，所以一气呵成，至少提高了一倍的效率。现在看到了我们空间站非常的这个好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咱们非常成功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但是在当年我们在刚开始研制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卡脖子的地方。2012年我去参加了一个国际空间站上应用发展的这么一个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呢，我就遇到了这个 NASA 的这个科研人员，他们在介绍他们的这个机械臂啊后面如何应用。他们报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并且跟他们说，哎，我们中国 也要去做空间站，那么也想做一个机械臂，跟你交流一下。 NASA 的人员听完我说话以后看看我，转身就坐下了，没有任何的表情。当时我们就在想，看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只能靠自己了，即使像国际空间站要那样多国的这个联合研制的，就像我们一个公司一样，有大股东小股东，小股东在那里面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与其这种状态下去合作，那不如我们自己干，自主去建造我们的空间站。之前呢，我们其实还是用了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宇航级的元器件。所谓宇航级的元器件，就是要能够抗空间辐照，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个宇航级的这个高性能的这个器件，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功能或者性能都无法提高和实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通过这次这个太空授课，是不是看到了特别清晰的这个图像啊？包括航天员拍的大片下传下来的时候都特别清晰，大家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就需要什么呢？就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器件，它是一个集成电路，门数越高它的处理能力越强。那么这个呢，是当时欧美首先第一批禁运里头的这个器件，没有它我们想要得到现在的高清图像那几乎不可能。当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对这些国外禁运的元器件就开始了国产化的这个布局。当时我们就支持了国内的一家研究单位，他们最后花了2年的时间就研制出来。那么之所以这么快的时间研制出来，我觉得跟咱们国家整体的国力的增强，还有就是咱们其实是基础工业的这个不断的迅速的这个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空间站是真正的突破了这个卡脖子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了咱们的自主可控啊。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们现在建造的任务其实是刚刚开始啊，我们空间站建造是要完成11次的这个发射啊、飞行啊、对接的这个任务，我们现在呢完成了5次，其实这个序幕刚刚拉开，真的是不能松懈。作为空间站系统来说，我们只是在搭个台子啊，但真正的主角后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了啊。我就希望我们以后的科学家们能利用我们的这个太空实验室，能有更多的新的实验发现，能有更多的这个科学突破。我们呢也为这些科学家们保驾护航，谢谢大家。谢谢侯总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侯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各位，请坐。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他们喝这个循环水，如果他们知道喝的这个水实际上昨天他们喝过他们心里上会有这个，咱们在地面就已经喝过了，不是在天上喝因为在喝之前设计师是先喝的，我们的工程师是先喝的、啊、我们要处理的自己都不敢喝，怎么让别人喝？我们做过卫生学的检测，确保他们肯定能喝。担心的都是普通人，人航天员不担心这个问题都是普通人在这说，哎呦这能喝吗？哎呦这喝这些心里什么感觉但是对于航天员来讲，他们到最后就完全习惯了，甚至可能都不会再想这个事儿。对，他们不会想去说这水从哪儿来的，
因为我们装水的水箱长得都一样，上去的新水和产生的水水都一样。这个很重要，包装都一样，到最后到最后你就混了，还是管了难一点。在您开讲的过程中，很多我们的网友因为对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太感兴趣了，好多好奇的问题用这个小纸条给我们现场通过网络发过来，我们选择了其中几个。跟国际空间站相比，我们的空间站看着特别简洁，而且空间显得很大，是您专门为他们设计了收纳空间吗？床一抽出来下面是个柜子。真是啊，床下面就是个柜子。我已经拥有设计能力了。而且我听说好像国际空间站已经有200多个东西找不着了。哎，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的，看似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叫物资管理系统，把每个东西上贴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都要扫码，都要扫码。扫码以后知道，一方面呢是要知道，比如说你搬过来一个包，需要把它扫个码，把它放到哪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扫一个码，那么这样就知道它会到哪儿去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还要知道它用了多少，我后面要上多少。对对 对, 对啊，这因为空间站上地方很小，对，你要是说运多了没地方放，是吧？运少了不够用，对，而且你也不能让他天天记账啊。对，航天我就喝了一瓶再画正字，所以它有二维码，管理起来就方便了。对，但是这个呢，我们航天员也提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用语音的方式，你说，比如说小何小何，我的什么什么在哪里啊？那个东西就自己就飘出来了，在这儿呢。在您开讲的过程中，还有六位云端观众一直在通过连线的方式关注我们今天的开讲，他们也准备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每个人呢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关键词。来，掌声有请我们六位云端观众，欢迎你们，请亮出你们的关键词。别蹭我的网，呵，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山西的观众朋友，手可扔星辰，垃圾分类人有责。这是黑龙江这位观众朋友，画了四个分类垃圾箱，您选一个。垃圾，垃圾分类，请问吧。萨老师好，侯老师好。嗯，现在垃圾分类的理念也逐渐的深入到人心当中。嗯，那么在现在空间站当中，对于产生出的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垃圾，航天员是怎么进行分别处理的呢？哎，他们在上面需要分类处理吗？需要。哦。我们的垃圾从它的危害等级来进行分类，不同的垃圾它有一定的处理，像厨余和大便它都是需要添加防腐剂。正常情况下哈，以后尤其我们空间站这个组装建造完成以后，有可能一年才能把垃圾运下来，那么这些厨余垃圾包括这个大便它就会变质，它就会有可能这个胀袋，大家都知道我装的这个袋子的滋生细菌然后破裂，会对整个空间站造成污染，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危害等级比较高的，那就不好收拾了。对，所以它的处理就是非常的这个严格的、嗯、啊，我们对于它所有的这个处理都在地面做过一年以上的这个存储实验，嗯，在各种各样环境下去做这些，嗯，那么像咱们说的纸巾啊、塑料袋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就是比较普通的垃圾啊，这个他们就可以抽真空，嗯，压缩。为什么？是想减少它的体积。对，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存更多的垃圾，按照它的危害等级。还有一种就是生物制品，我们在天上做一些微生物的采样，对吧？哦、我们采水、哦、采尿等等这种采样，它会有一些这个试剂啊、试纸啊等等这些、嗯。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上面也是有生物的，有生物，尤其像这种微生物，嗯嗯。嗯，你给它的采样的东西，它可能对它来说就是一个生长良环境非常良好的东西。对，那么它的滋生就变成了一个二次的一个灾难了，是吧？对啊，那么这个呢就要也要进行特殊的一个处理啊，一定保证它不能这个扩散。所以当我们在地面觉得扔垃圾分类垃圾太麻烦的时候，你想想航天员们在天上他们更加严格。对的，谢谢你们，再见。接下来四位青年代表，大家听完开讲之后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从年龄最小的开始吧。来，